今天的开运鉴定团，你们知道吗？今天开运鉴定，媒婆口急了。你们知道吗？今天的开运鉴定团已经5岁了。你知道上班族 OL 最爱讨论的话题是什么吗？对，我有遇过这种女生，就是那个笑话，她刚刚才跟我讲完而已。对。就后来进来那个男生讲了一次那个笑话，他说：“这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懂。”哎，恶心，好恶心。我还有遇过那种，就是去撞到东西，去撞到，可是也没有怎么样。他说：“哦，好痛，就是那种装痛装的那种，让人觉得很可怜这样。”而且，大家等一下，从什么面相就可以知道哪个男人有只小小鸟。真的很精密吗？很精密，对，这个尺寸精密了。没看我紧紧的握着我的双手。你们要干什么？然后你们这，我要看你的尺寸。你们不如就直接叫我穿去把拉链拉开就好了，干嘛一直掰人家手掌啊？等一下，看一下啦。黄老师要再一次告诉你，被破坏金钱运的居家风水，这次别忘了记下来哦。那现在如果是大门一打开，一直往下冲下去的，这种也是漏财。代表钱财一直掉。那如果是往上冲的呢？如果是上面冲下来的，例如说这边另外一户，这边大门一打开，这楼梯一直冲下来，这是比较容易发生意外灾害。嗯，啊，如果打开就看到电梯的呢？一样，哦，那也是漏财漏得很快。那是漏冲。可是老师电，还有想要测验要剖析你现在有多想偷吃。另外要公布最敢跟正宫娘娘抢香的古力精星座5周年精彩题目回顾，不要错过喽。那今天的开运鉴定团已经5岁了。你们知不知道这个5年内呢，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议题，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呢这个观众朋友所想得到的，哦，对不对？还有我们也都想到了，而且我们也一帮这个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好好解答他们心中的疑惑。大家有没有想到5年内呢最经典的问题，最经典的题目到底是什么？对不对？一次给他回顾，一次今天让你听个够。那当然呢，今天在这个5岁的这个生日里面呢，也要请到非常非常特别的 VIP 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我们的碧姐、大饼还有静雯。是啊，哎，你们今天真的都是有送礼耶，而且我们也都穿那种大红色，比较喜气的衣服。对啊，亲家母都这么说，我们就送来，但我还是不小心绑了白头巾。所以一个一个来送一下礼，然后顺便讲一些祝贺的话，好吗？好。昨天，你看，你为什么要用这么色情的语调讲话？不是，那公司人家不是吗？而且你送的是家庭最害怕的东西，真的吗？对，真的吗？真的。你怎么会送这东西？你要发给他吃。你怕？为什么怕蛋？怕蛋。为什么怕蛋？我们喜欢就好，我们真的喜欢。对，我们喜欢就好。刚刚讲真的，你没有跟他同台过，他看到便当里面，有时候便当会有一颗乳蛋嘛，他会吓一打开。你那是蟑螂还是怎样？你去便利商店看到一锅茶叶蛋正在煮，你回去不会做噩梦吗？完全不可能往那去去。好，因为今天是喜事啊。是小人也太大只了吧？我要祝福你呀，百年好合，早生贵子。人家生日。好文的。碧姐，你这小人会不会太大只啊？这不是小人啊，这是豹子。来给我看，然后他可以生 baby 呀，恭喜。这 baby 里面是用蛋壳做成的。你不要被他吓到，真的不是。哎，好好摸，好可爱。对，而且很好摸。真的，像这个可以玩那个刺人的吗？不是啦，它就是一个抱枕，很舒服的抱枕。而且你有看过豹纹的吗？没有。但是一个人做成豹纹，看起来像得皮肤病哎。对。大饼。哦，对不起。哎，真的耶，好像得皮肤病。我不会送你。没有，我没有要的意思。碧姐那个篮子都用豹纹的，你看它。对啊，好贴心哦。什么都豹纹，特别为你弄的，好开心哦，谢谢。你哪是特别为他弄，你一向都是什么都是豹纹的啊。大饼，没有。好，轮到你，把你的礼物拿出来。我想看。你说我那个有皮肤病，你最好不要拿出来。我呢，新取了一种做手工艺的方法，就是那个布织布的那个，然后我就用那个做了加签跟一些字样，做了一张生日贺卡 ，Happy Birthday。真的。而且你有注意到我做的大龅牙？哎，那应该是我，是我。对，其实我有一点龅牙。对，嘉倩太客气了，哪是有一点。哎，你这个做多久？这个就是今天早上开始到。好可爱哦。哎，你这手好巧哦。有吗？我其实对你不去当女工真的好可惜哦。哎，不要这么说，其实手没有那么巧。不过如果大家不嫌弃，我现场就来做其他三位老师好了，我把材料。好可怕！怎么厉害呀？天哪！好
的人呢。对呀，松花街夜市摆地摊嘛，你就可以做哎，真的。怎么会这样啊？你很过分哎，我不能摆百货市场吗？我想早点睡。黄昏市场就是下午差不多四五点，在哪里呀？五六点。就是，哎，他一边问黄昏市场是什么，已经在挑了耶！你这个太太在挑什么？救命啊！你们可不可以看我了？嘉庆，你要答应我。对对对，我答应你。我送礼物啊，你一定要拿着。OK， 好，我会。你也 KC 哇，你讲亲嘛，你也 KC 啊。真的吗？好，我来看起来哈，你要送我什么？我送的是一个无敌超神奇能量聚宝蛋，我的妈呀，怎么办？我跟你说，这聚宝蛋不敢拿耶。可是这不是吃的蛋，而且这是我自己做的。你连这个也不敢吗？嗯，真的吗？好啦，你放在这里。天哪，这样子比较不会掉。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很神奇哦。真的很神奇，他有送过我一颗。对，我摆在床头以后，什么事也没发生。真的吗？你摆错位置了啦。你每天摸一摸，你就会有很多那个梦想。我跟你说，有可能是摆错位置，然后你没事啊，就转一转啊。希望这个蛋呢，能让制作单位转进更多的这广告费，转进更多的收视率。真的？这平常那个生日啊，生日蛋糕算什么？我今天还要订一个更高的。哦，真的吗？你除了送我们这个宝贝蛋之后，还有其他的？对对对，来进来。好，来来来。好，哇！准备罐头山跟花圈。这个寿桃塔呢，这个希望这个开运鉴定团能跟这个寿桃塔一样，收视率节节高升，然后呢，这个长命百岁。哇，好开心啊！哇，这是快手啊，快跟我一个人一样大。所以没有，那个寿桃塔应该是放在这边会比较好一点，好不好？对，来来来。这边，好喜气哦！对呀，抢好抢好抢好！哇，怎么样？真是节节高升的感觉，为节目长命百岁。而且景文好搭配你的服装，你好像凉光醒狮团。是我闭嘴，你给我闭嘴。因为你知道吗？因为平常我们平常这个讨论的话题，可能就是常常这个在艺人之间，对不对？喜欢这个讨论的话题，对。而且艺人呢，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跟人家在交谈的时候，你先问人家说你什么星座，其实那个感觉那个距离就拉近，对，对不对？话题马上打开，话题马上都打开。那今天呢，我们针对大家都不晓得，对。因为整个就变成是全民运动，这个开运鉴定团，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就感觉是全民运动，包括那个话题，也是所有这个上班族或者是所有的这个上班的人，他们上班的人跟上班族有什么两样？你知道我的经纪人吗？我的经纪人不止看啊，而且他还每集都录下来。你是说王伟先生啊？我跟你说，我们节目啊，连小学生哦，全班都在一起看，对不对？所以大家在讨论，所以这个是一个重点，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学生，对不对？各阶级的人都不一样，那大家都会去讨论这个话题。那今天我们要针对这个 OL 上班族的最喜欢讨论的话题，哇，你知道吗？他们喜欢讨论什么？你知道吗？应该是把哪个女生，然后 OL 把女生，没有，就是把哪个男生要被哪个男生约吧。我跟你讲，其实 OL 上班族他们喜欢讨论的是什么？在男生最 gay 掰的女生星座是哪几个？在男生面前，对，在男生面前哦。你所谓的 gay 拜是因为很做作嘛，做作，然后假，什么都不懂，对，然后就说那种最讨厌，不会，就明明是老烟枪，男生一过来就，那我来塞二手烟这样，没错，或者突然会很嗲，好像他很什么都不会，很甜，单纯这样。啊，真的吗？对，真的不知道哎。对，我有遇过这种女生，就是那个笑话，她刚刚才跟我讲完而已。对，之后后来进来那个男生又讲了一次那个笑话，他说：“啊，那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懂哎。”恶心，好恶心。还有遇过那种，就是去撞到东西，去撞到，可是也没有怎么样。然后哦，好痛，我就是那种装痛装的那种，让人觉得很可怜这样。而且。记得黄老师教过如何从手面上看一个男人是不是有一只小小鸟吗？他的小弟弟呢，应该也是粗的，因为一样道理，他要撑着那个头嘛，一样道理，撑着头的东西哈，部位是大饼，算细，我就说嘛，你算细哦，对，算细。黄老师他那一根才可怜，被领带绑得那么紧，我说脖子。
明天晴天的星座有哪些呢？牡羊座，牡羊座的朋友恭喜你哦，明天可以说贵人运相当的不错哦，做任何事情都有人伸手相助，而且长辈缘也很好，跟他们求救吧。另外一个呢是天秤座，天秤座的朋友明天可以说运势相当不错哦，那不管是工作方面也好，爱情方面也好，你都是人气很旺的哦，可以随心所欲。另外一个呢是天蝎座，天蝎座的朋友明天可以尝试一下新的方法新的领域哦，你会有新不同的感受，而且创意十足。遇过那种就是去撞到东西，去撞到，可是也没有怎么样。然后哦，好痛哦，就是那种装痛装的那种，让人觉得很可怜这样。而且还咳出血来，明明撞到膝盖。膝盖怎么会咳出血来？对呀、啊，我的意思就是这样，你的问题就是我的答案。笑话，问题不是问题在咳不出血，他没有撞到。没有，他怎么样？他在哪里的血啦？他怎么可能？就咬破嘴唇可以了吧？天哪！受不了。第一姐，你知道上次跟我一起坐在这个位置，然后使我这么就是恼火的是许小姐，你不要讲。许纯美，真的吗？嗯，他会把你弄火。对，怎么可能？我有看到那一集，那一集很棒啊。后来你有跟他交往吗？没有，他没有。郑其松不答应，因为郑其松不答应啊，大饼。因为郑其松那天还打电话来，对不对？对不对？鬼来电哦，我头皮发麻了我。所以今天呢，我们针对这个 OL 上班族哦，这个最想要知道的题目，问一下我们的唐老师了，到底什么样星座女生呢最喜欢在男生面前给掰啦？嗯，哦，这个在场我们也只有这些来宾可以当示范哦，他们给不给掰呢？我们不晓得啊，所以我们来看看到底有没有人上榜啊？像我们景文呢是双子座，我们看太阳跟金星，金星也在双子哦，我的金星也在双子，也在双子啊，那你也是双子，但你金星在巨蟹，对，好，那我们碧丽姐，你的太阳是那个摩羯，然后你的金星在水瓶，然后你的金星在处女座，我们就来看看有谁是我们会上榜的给掰。女生，因为只有三个，大家不用太紧张啊。好，第三名太阳金星，如果落到了我们高老师，你看吧，真的有，你看就是高老师，你看吧。我告诉你，他跟我有仇。而且我跟你讲，黄老师报的排行榜啊，十年之内大家只会报出两次黄老师，完全都跟。对，我觉得我变瘦了以后，他就很讨厌我。我不用谢他跟我有仇。狮子座女生怎么样 ？Gay bye， 讨厌。就是她平常啊是很严肃或很严厉或者是一个无趣的女人，可是只要遇到有男生，她马上变成清纯、可爱、活泼、亮丽的女人。不过要看帅不帅，有男生跟没有男生差别不一样，有帅跟没帅差很多。对，那你有帅哥在场，你都会怎么表现？他就会非常热情，对，就有亮，然后很嗨哦，会很嗨哦，然后一直笑这样，还有长毛的。一直笑，对，一直笑，而且会哦这样子，还很害羞，然后又会脸红，然后就很娇羞，有时候呢还会开开那个男生的玩笑，说不定说那你抱抱我看看，就是这样，那你抱抱我看看。我有一次就看到他这样做，像诺诺很多毛吗？你可以让男生吃豆腐就对，你这个色女。我没有，我很矜持。其实我觉得大家回想一下，有一个最典型的是萧蔷。哦，萧蔷狮子座，你很会得罪人呢。对，还有一个最有名的狮子女就是曲美凤。哦，曲美凤，哎，对，得一米啊，经典哈，对，他在男生面前是一回事，然后他竞选的时候，他是穿白衣骑白马，非常清纯，哇，哎，而且骑白马在海边啊，那是他的，而且偷完情以后可以去新加坡开演唱会，真的很少，好厉害，骑白马，人家都开车，他骑白马，那骑黑马你不厉害？好啦，好，这是我们第三名哦，狮子座女生，第三名，再来看第二名喽，这个是。谁呢？太阳金星，我们有人上榜了。哎呀，是谁呢？黄家驹的金星在这里，巨蟹，金星会做作，对不对？对，会做作，没错。我怎样给发？会三三一，这样就这样
看起来就很。从你现在这个样子，以前居然是玉女歌手，就知道了。以前是女老师形象。我可以证明，他以前在民歌西餐厅就是这样。你们两个有仇吗？你还会画人？他看到女生，对他看到女生就觉得还好，看到男生就是一副那种很玉女形象就出来。没错，巨蟹座只要在同性的面前啊，他就是个性很中性。我说哎，很男人婆，怎么样？什么？对对，男人婆。对，可是呢，只要有男生在，嗲，对。马上变成女人，非常的有女人味，真的，而且会很贤惠，就是一副爱家爱国爱民，帮他舀汤啊，帮他添饭啊，是是是，变成哦，这个我承认我会啦，对啊，没错，对巨蟹座来说，要做那个娴熟的动作或者那个也是很费心，哎，那是都是给不认识的人看的，对的，形象要顾哈。好，我们来看第一名啊，这最 gay 白的是谁啊？太阳金星果然就是你们众望所归的，是不是？真的。双鱼座的女生也很会抢有男朋友的人，超。哎呦，你好像在讲谁耶？谁？有谁？有啊，像那个连芳宇啊，就是啊，他抢谁的男人？他是双鱼吗？我说他是双鱼座，我没有说他抢人家男朋友，他对不对？他是那个拉皮木头人啊。哇，连这你都讲哦？哇，你是说他不在国内是不是？对，他刚刚讲了什么？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我敢讲？第一个，他这辈子不可能来上开运。他有可能看到，然后来告你呢？不会啊，他明明就真的拉皮啊。他确实拉皮，可是很像木头人，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啊。这是有没有表他的表情？他没有表情啊。他等下就告你说，哼，我要告他，我明明最爱玩的是大风吹，然后说他是木头人，他就泡你。他有一百种方法可以泡。不要讲了，他连你，他连你一讲讲我听得懂的，他干嘛玩大风吹？小姐，我以为怪怪，你才太懂。好了，各位朋友。就是我们今天生日嘛，给大家玩消遣消遣。刚刚他们三个表现都是消遣哈，是的，我们还是恢复到这个主题哈。双鱼座的女生在男生面前最 gay 白哈，其实他们其实个性还蛮强势的，掌控欲很强，对对。可是呢，在男生的面前，他很会装柔弱，他很懂得以退为进。男生喜欢什么？男生就是喜欢。弱不禁风的女人，对呀，容易感冒的女人，真的，然后贤惠的女人，所以她就是那种啊，面面俱到，让男生很有面子，而且呢，你刚刚讲的那个很贤惠，帮大家盛汤，那还不是巨蟹？巨蟹是到人家做饭。会去帮他舀汤啦，然后披萨来了，帮每一个人切好一片一片，然后水果来了，削得这样漂漂亮亮，那个是双鱼座，是，他就是会非常贤惠。当所有女生坐在那边瘫在那边不知道在干什么的时候，双鱼座就是那个最忙的一个，因为他不怕麻烦。我们大家都没有上班嘛，除了嘉谦跟高老师。所以你看，如果说这个会有上班族的，我们是属于那种就是可能女孩子会很讨厌的，嗯，就是好像也还好啦。这也是你有上榜，你就不用说话。对呀，我这个已经承认了，我也很 gay 白了，好吧？我多少了？而且看完这个欧游上班族的，接下来我们就是知道说还有另外一个族群，就是校园学生族群了。这个常常热烈讨论、流行的话题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不知道，不知道哈。网络校园学生是跟老师相处，知道吗？网络上面的，当然不是。哎，现在年轻人猛得很呢。他们现在最关心的议题是什么？什么？什么？忘了。小小鸟。对。小小鸟。小小鸟是什么？啊，比大小。比大小。男生嘛。比大小鸟。真的吗？因为你知道吗，黄老师啊，其实他就是很厉害，他可以用手面相来一眼看穿这个人的弟弟长什么样子。真的假的？真的假的？那大饼的。那你为什么不去当法医呢？去验血那对啊，就看不准了啦。对，黄老师，你之前教我们的，对不对？我们今天再来教一次，对，再教一次。颈子如果粗的话，他的小弟弟呢，应该也是粗的。因为一样道理，他要撑着那个头嘛，一样道理，撑着头的东西哦，部位是彼此相似。我就说嘛，你算细哦。对，算细。黄老师他那一根才可怜，被领带绑得那么紧。脖子，黄老师的脖子也算好。如果说是颈子细的话呢，他的小弟弟当然就是细。哦，那你想讲完以后就说以此类推就好了。没有，其实是以此类推的，所以颈子长以此类推，小弟弟长。我接下来应该有办法都全部。那颈子长颈鹿如果是短的话，长颈鹿。对呀，长颈鹿的讲人类，讲动物啊，我们讲的不讲长颈鹿。
长，如果是金枝短，这不要讲长颈鹿，讲马就好，马长不长？哦，哎，马的脖子真的很长哎，马不知脸长啊，它脖子更长。他不知道不是自己脸长而已吧？他脖子应该也长。对啊，好，那么如果是颈子短，当然他的弟弟也短，好，这直接就是相对应的，嗯，好，因为他撑着他的头的关系。那如果没有脖子的话，没有他就一定短。但是我们以荣翔来讲啊，他应该是粗但是短。荣翔招谁惹谁？他是被你们弄出来的。没有，就放眼。荣翔招谁惹谁？他是被你们弄出来的。没有，就放眼望去，家里面已经气死了。要找一个没脖子的，那就荣翔啊，还有谁？可是人家，可是高大没脖子、啊，可是高大哥不是缩脖子吗？你们可以看看清楚啊。嗯，高大哥，所以那个地方还是缩的吗？就是他故意缩。真的吗？好，在下面你也讲高大哥缩的妙，对，缩的妙。对，他一开始伸长的时候啊，对不对？好，我们现在再看一下颜色。真的需要解放一下，你们都快疯了。小弟弟通常一定是黑色的哈，都是比较黑。我们现在这里真的吗？可我是天蓝色的。你是裤子褪色了啦，因为钢琴好听耶。哎呀，想浪漫一点。是裤子。那么现在这是一个比较的，就是说一个人的颈子如果比较黑的话，他的小弟弟是比较黑哦，并不是黑，黑一定是黑，是比较黑。那么弟弟白，弟弟到底会是什么呢？弟弟白，比较好。比较这结果比较白。哦，我都没有想到是这个答案呢。直接这个肤色会是相与彼此相对应的。老师，你我不知道你贴那个没有意义。对啊，你其实要写颈子怎样，滴滴就怎样就好了。对对对对对。我们今天还要看更劲爆的，好不好？直接看尺寸了。刚才只是比例，这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长了长了，短了短，都多长不晓得。粗细长短黑白还是模糊的概念而已。对，这里还有更精密的。真的很精密吗？更精密啊！对，这个尺寸精密了。你看我紧紧的握着我的双手。你要干什么？好，你们这，我要看你的尺寸。你们不如就直接叫我上去把拉链拉开就好了，干嘛非得办人家手掌啊？等下，看一下啦。你打开，没有老师要先。我们先看一下手掌啊，先看这边手掌的话呢，我们先看一下拇指，拇指是指这个 A 的这个长度呢，是代表你平时的长度，平时就是没有这个有任何状况的时候。老师，男生从这里到这里，右手两只，两只手应该都彼此差不多。有人左手右手手掌差很多的吗？真的应该是相差不多，如果差多的那种是比较畸形的，我们不这么讲了哈。就正常的标准呢，是从这里到这里是男人，就直接看他，因为有的人很高。有人个子比较低，直接照他的手去看，这是他标准平常的长度。V 的这边呢，注意呢，这里有 V1 跟 V2， 是指 V2 是标准的。从这里到这里呢，是他很高兴的时候的长度。嗯，从这里到这里。嗯，那么有些人呢，真的他太高兴吗？对 ，V1 就说因为有些人呢，他的遗传的关系了哈，他可能可以到 V1。但是到 B1 的比较少，大部分的人他们都把车停到 B2 去。那么我再强调一下，因为一个人的遗传体质的关系，对正负10%的话都可以接受，给我们看一下了，减十10%减10%都可以接受，就是标准的男生应该是从 B1 的长度
这个是他高兴时候的长度。如果他能够到 B1 到这个更高的话，那表示他太太非常幸福。OK， 所以再问一下三位，你们曾经在家里面自己 DIY， 就是让自己的风格变得更好？DIY 什么？对，好累哦。用手啊？会搬来搬去啊，搬家具啊。对啊，就是用手来改变脖子的形状。所以，我们今天针对这个风水 DIY， 就还是要问一下我们的这个黄老师，大家这个全民运动，大家来动起来，教教大家这个到底什么样子的这个居家风水会破坏哦金钱运？这个要，这个好重要。对，哦，家里破坏金钱运呢，讲到阳宅风水有很多很多。那么我今天是举最重要的几项，那么各位看一下，如果你有犯到的话，看能不能改一下。好，那么我们从第一个的重点来看，从大门来看哈，第一个大门一打开，从外面进来，打开直接看到镜子，哦，镜子对门。那为什么镜子对门不好呢？这叫阻挡财神爷。就财神爷在你家，一进了大门，直接镜子在那边，他就走开了。这个是不可以。那这很简单吧，把镜子移开就可以。对，这个很简单。好，第二项呢，大门见灶，就大门一打开，站在这边，你直接可以看到瓦斯炉。对，不可以。这个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瓦斯炉呢叫财库，财库。对。那么你从这边看到就是财漏白，就代表你的钱财存不住了。对。那这个解决的方法很简单，例如说这是厨房，厨房应该要隔起来，不要开放式的。不要开放式的话呢，那个灶就看不到了，就把它遮起来，遮起来就可以了。第三个呢，大门见到水龙头朝外，就从大门一打开，直接看到水龙头，水龙头的水又朝着大门直接一直流出去了。哦，那中国人讲水就是财嘛，水就是财，你财就一直流，而且直接看到这个水往外流，就是破财，破财，破坏钱财的。哦，就大门，各位小心一下，你站在大门看进你家里有这三个人，你赶快把它移开或者把它遮掉就解决了，不会太困难。OK， 好，另外还有一项也是从大门看出去。我们家里大门看出去呢，通常会遇到楼梯，当然也有可能不遇到楼梯的哈。我现在只讲遇到楼梯，遇到楼梯的话，还有两种状况，一种是楼梯一直冲下来，对；一种呢是你打开呢，楼梯往下一直冲下去。对。那现在如果是大门一打开，一直往下冲下去的，这种也是漏财，代表钱财一直掉。那如果是往上冲的呢？如果是上面冲下来的，例如说这边另外一户，这边大门一打开，这楼梯一直冲下来，这是比较容易发生意外灾害。嗯，如果打开就看到电梯的呢？一样，那也是漏冲，才漏得很快。那是漏冲。可是老师，那个楼梯不就是一个上一个下吗？对，所以你两边都不对，对这边对那边都不好。最好是门开旁边的，对，不要对到楼梯，不要对到，哎，不要二楼卖掉嘛，把二楼卖掉就好了。没有，但是现在问题是你的家庭已经是这样了，已经是这样，没有办法，你总不能这样楼梯走开。对，或者你门另外改看能不能改，如果都不能改的话怎么办呢？很简单的，在大门的前面这个地方呢，你放一个红色、深红色的踏脚垫。用红色踏脚垫，红的就是把那个冲的那个力量呢，把它缓了，把它减低了，不要开了门直接冲下去。所以其实这个是要提供给所有朋友，这个再次要提醒所有朋友，这个在这个破财方面，大家都不愿意乐见这种事情嘛，对不对？尤其现在卡奴又多，没错，所以这个要非常的小心，要小心去避免这样的这个风水。那因为我常常听到很多人讲说，《开运经》你们这个节目哦，真的让人又爱又恨。为什么？爱的是，如果说真的情侣一起来看的时候，你做测试，如果测验很棒，说两个好甜蜜，真的。可是如果说真的有一些题目是很边缘式的，很容易造成口角的题目，一测完之后，那情侣真是吵翻天。所以今天呢，我们一样。让所有的朋友再回味一下啊，就是你们当时吵架的情形，所以我们再出这个题目来测试一下每一个人，好不好？今天是我们的开运随堂测验呢，赶快来测试看看，最近，尤其是现在的你，多想要偷吃啦！好，来，好，感情中呢最伤的就是偷吃啊。其实这一题要播出之后，大概有十几对都因为偷吃而分手啊。所以观众朋友，那好好的来做这个测验哦。我们来今天来进入你的潜意识，我们测验一下你现在最想偷吃的欲望到底有多高呢？我跟你讲，现在所有的男女朋友应该吓死了，又来了，又来了，而且好，拜托好不好？好，而且男生都很错。OK， 来看一下今天的题目，他说如果你没有手，只有脚。对，下列哪一种动作你觉得最困难？来，第一个，帮忙包尿布，还有喂奶。对，
就用脚哦，对，去包尿布跟喂奶。哪一个最困难哦？最困难。第二困难，对，第二个是刷牙洗脸，还有梳头，就用你的脚去刷牙洗脸跟梳头发。嗯，第三个呢是画图写毛笔字，对，这是手足画家。嗯，就你只有脚可以做这些，你觉得哪一个最难？哎，碧莉姐，你觉得哪一个最难？应该是一吧？你要喂奶，用脚怎么喂啊？那个大饼呢？我认为最难的应该是画图写毛笔。因为他一旦能够想到画图写毛笔，表示他已经忙完，包括包尿布、喂奶、刷牙、洗脸、梳头，然后他也在挑战更高难度的了。不会，你知道第三，你没有接过一种卡片是，就是有些人有没有？他们好厉害，他们可以画图。不是你自己觉得哦。OK， 那你三嘛，好不好？你觉得最难？对啊，奇怪，我觉得三不行啊。我觉得是二，哎，景文二，刷牙、洗脸、梳头真的比较难。OK， 哎，真的，而且你想想看，你还用脚剪分叉，有多难？真的很厉害。那唐老师你呢？我跟大饼一样，我选三。三，对，因为那个不是必要性的，我觉得可能我一直都不会。我想主要是因为我们两个明明有手，也觉得写毛笔很难吧。是的，对。那黄老师你呢？我是二。刷牙洗脸。日常生活又不能不做。没错。所以你应该很快就会啦。对，因为你每天都在做。我跟你讲，刷牙洗脸搞不好是其实都是需要人家帮忙。对，对不对？可能在，因为你脚要练到那个哦，要需要软度，对，很需要软度。这个真的很难，高难度，二真的很难。对，所以我也是选二。好，那观众朋友如果选完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呢，带着男朋友、带着女朋友，赶快来看看现在的你呢，多想偷吃了，来准备吵架喽！观众朋友，如果呢你没有双手只有脚，你会像碧莉姐；如果你有另外一半的话，好，我们来看一下呢，观众朋友赶快心里要准备一下啊，你现在呢最想偷吃的欲望到底有多高？我们赶快来看。你现在呢完全没有想偷吃的欲望啊，因为个性正直的你们呢非常洁身自爱，觉得偷吃呢是一个既麻烦又无聊的事情。超准，不是怎么这么准？主要你单身呢，你干嘛偷吃？你偷给谁看呢？你要演给谁看？而且你是不懂啊，而且你是不懂吧？哎，真的好准哦。这而且没有，他是没有欲望啊。对，没有欲望。对，就这些没有，完全没有。对，其实这类型他觉得说两个人如果在一起的话，人品很重要。对，而且贞洁很重要。真的，我为什么要你偷吃？是呢，既然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人，就好好的经营这段感情啊，两个人甜甜蜜蜜多好。嗯，哎，好准哦，好准，而且现场就只有你选哎，真的。而且碧莉姐，你如果偷吃的话，你应该也很难隐藏吧？因为你对啊，因为对方会笑很大声。因为你，因为他个性很正直啦，那不会。OK， 好，赶快看一下选择二的刷牙、洗脸还有梳头，现场就是我，还有我那个三，啊，你写毛笔，景文，然后我想黄老师，可能我们三个黄。对，我们三个这是特技啊。哎 ，Chris 也有选这个啊。嗯，我们来看一下啊，特技哦。如果你没有双手只有脚的话，我们看这三位呢，目前他们到底想偷吃的欲望到底有多高呢？赶快来看一下。你们现在呢，只敢用眼睛吃冰淇淋啊，因为色大胆小的你呢，最多只敢搞个小暧昧，真的有机会呢，你不见得敢下手。哎呀，对呀，真的吗？大家可以看看，就是有色无胆。对，黄老师跟佳倩跟景文，其实他们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伴侣了，所以呢，要偷吃，其实他又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可是呢，他又很想，那只有比如说帅哥啦、猛男啦，或是那 A 片啦，看一看 A B 女优，干过瘾就好了，满足他们的幻想就好了。对对对。那眼睛看看就觉得哦，这帅哥真好，把他那看一下，感觉满足了就够了。真的呢，有机会让你去一夜情啦，或去 pub 的时候，你们反而会觉得啊，算了，万一被抓包，或是胆子小，对，或是另外一半知道的话，那万一分手，那就划不来了啊。所以观众朋友选这个答案呢，你只敢用看的，真的不敢去做，真的，也就是孬嘛。这样哈，你干嘛这样讲话呢？哎呦，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大饼的哦。对呀，大饼一定想偷吃，画图写毛笔啊。唐老师跟大饼选的，超想，一定是有吃到，然后没有擦干净。对，我想请问一下，我们都单身哎，我们要偷什么？我们都是光明正大的。假如嘛，假如啊，对啊。好，观众朋友，如果你没有双手只有脚，你会选跟大饼跟唐老师一样啊，会觉得说。
画画啦或写毛笔最困难。如果你选择跟他们一样，就可以知道他们有多么的不幸啊！来看一下，你现在想偷吃的欲望到底有多强呢？看一下。你现在呢想偷吃欲望呢快要冻北掉了啊，因为人前人后两个样的你呢，表面上看起来很正常，但是一到了晚上你们兽性就会显露出来了。好了吧，晚上才会露出来。对，所以难怪你不肯摆夜市。没有，因为现在晚上再晚一点就看到了，到晚上就是会受不了，变成狼。完蛋了，我相信这个很多男女朋友现在应该就很已经打起来了。对，我们一开始就知道那个唐老师很想偷吃，他一开始就很想偷吃那盘蛋。没有啊，我已经光明正大的吃了一颗了。什么偷吃？选三的人有点人面兽心哎。对，然后在那群很多在体力上，就第二天醒来都不知道自己躺在谁的床上。哇，对，超棒的。至少我没有 gay 掰啊，真的 gay 掰又怎样？不要让他们两个再吵下去，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满足了 OL 上班族，对不对？对，还有这个学校，对，这个校园学生。接下来我们要知道说人妻他们最想听到的题目是什么？就是外面的狐狸精啊！哎呀，厉害了，一定的啊！你们一定要问一下唐老师，从星座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星座的女生哦，是很猛，最会跟正宫娘娘呛虾的狐狸精，到底大家有没有上榜了？好，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到底会跟正宫娘娘呛虾的狐狸精有谁呢？有几个啊？那太阳金星我们都要参考一下，景文和那个嘉欣都是双子啊。是。那景文还是双子，金星你是金星在巨蟹。那这个我们的莉莉姐呢是摩羯，金星在水瓶。我们来看看你们有没有上榜。好。好来，会跟正宫娘娘呛虾的狐狸精，首先你必须是狐狸精啊。是。第五名，太阳金星落到了。巨蟹座的，巨蟹座，看不出来哈。佳倩，你不当那个狐狸精太可惜了，我真的很可惜，当狐狸精。好可惜哦。巨蟹座的呛虾法是那种无声的呛虾法。打无声电话。不，他就是会在男人身上，比如说不经意的种草莓啦。会在你身上留下他的印记啦，或者在你口袋里面故意放什么，他就是要让正宫娘娘发现，男的是浑然不知。好厉害哦！但是他是无声的嘛，所以我们让他第五名啊。是哦，哎，可是我还在想说，有一天如果说有一个狐狸精来找我。我个人都觉得好刺激哦，你会气死吧？我知道会气死，可是我觉得好刺激哦。好，我们来看第四名，太阳金星如果落到了我的天蝎座，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他很稳，其实天蝎座哈，一定要他确定那个情况真的是，比如说那个女的真的做得很不好，是他在耽误那个男生，而他觉得自己是那男生的拯救者，他就会挑拨离间，他就会去跟你直接面对面，因为其实天蝎座也不太能够忍受当狐狸精太久，对，他会想要赶快解决，变成正事，对，比如说他会可能会一直逼那男的去处理，一直逼那男的去处理，因为是那男的把正事说得很难听嘛，对，那所以他会觉得说好奇怪啊，那你为什么不解决呢？会逼他处理，逼不成，看起来好像是，而且那男的通常会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定会说都是他不让我解决，他就会觉得说 OK， 那我出马好了。哦，所以很可能天蝎座往往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觉得 OK， 那我就来去跟你谈，好好的谈一谈，希望逼退那个原配。哦，难怪通常变成这样。对，通常会很快的一翻两瞪眼。而且天蝎很带走。对对对。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名啊，第三名是太阳金星，如果落到了。想不到的人哦，哇，处女座的话，处女座这么贞洁，处女座是一旦喜欢上你说他贞洁对不对？他喜欢上人，他就是很忠实，他就会很希望从一而终，很希望跟这个人在一起，他可能也会等，但是呢，他个性中他有一种，比如说旁边已经在催了，他自己还顶得住的时候，他可以默默的等待你。可是如果旁边的人已经在逼婚了，他也觉得自己年华老去了，一哭二闹三上吊，招数也都使过，都实在是都已经没有办法了，最后他就会去跟那个原配呛一下，因为对他而言，这个东西是
如果这再不成的话，他就要撤退了。嗯，他可能就要面对他嫁不出去啦，或者是那个男的不要他啦。但是通常之前已经浪费了很多年。哇，真的。嗯，好，我们来看第二名是谁呢？这个会跟正式这个呛虾的狐狸精。太阳金星如果落到了金文跟嘉贤，双子座。哎，我上两个哎，好厉害哦！我没有当狐狸精太可惜了，我真的很可以当狐狸精哎，哎，当狐狸精不容易耶，没关系，对，天下无敌手，活到老学到老啊，真的，不要这样子，那个可是怎么呛虾？安吉丽娜裘丽不就是双子座吗？对对，正宫娘娘了，而且可以做到大家都觉得哎 OK 啊，对，怎么呛虾？像碧丽姐刚刚，我跟你讲，双子座哈最棒的最高的一招就是跟对方做朋友，对，好，我那个。我碰到那个女的就是这样子，她完全是做朋友，到你家吃饭，跟你聊天打电话。双子座真的超有自信，超有自信。嗯，她觉得这男的就是她囊中之物。好可怕哦！不是求你，她也不是哭闹，她什么都不是，她就是来示威，就是你可以放手了吧，她都不怕你走了吧？最可怕的，真的。对，你们把我讲的好可怕，我不是有些吧？有些双子是这样，有些双子。目前你不是狐狸精，你哎，而且等你试了就可以了。对啦，要等我们试。我长相也不像狐狸精。对啊，而且他会面对面啊，对，哦，那对他不怕，他对自己有自信，而且他深信自己条件这么优，哦，他只是想让你知道说你可以走了，真的。可是这个也要有把握，说这个男生是爱他的，对，爱他的，他才可以这样做。如果没有意思，他怎么做？对不对？都先给男生洗脑，我好厉害哟！还排到第二名哎，好可怕！才第二名，第一名就是谁？太阳金星在众望所归的，你看，好可怕！这个是最厉害的，我觉得这是最厉害。双鱼座，真的，我有个朋友就双鱼啊，他是那个标准的狐狸精哦。他说只有我离开他，没有他离开我。对。我认识那个双鱼女，她也讲过这种话，哦，很对，真的吗？我认识的双鱼女，她也讲过这种话，一样的吧？对啊，怎么可能是她不要我？一定是我不要她。她说我们是铁三角。天哪，双鱼座很多很多厉害的招数啊，就是有时候他可以用强的、强势、强迫啊规定，然后有时候他会用柔软的，对啊，以退为进，然后装可怜、装柔弱，需要你帮助，没有你不行。而且他们很懂得跨栏把戏哦，就是他逼你逼到一个程度，你好像快翻脸了，他会马上收手。其实都是我的错，都是我不好。对，所以他可以两种角色变换。正宫娘娘她会怎么去对付他？哎，光是把那男生拉得紧紧的哈。对，我跟你讲，双鱼座是他如果愿意当狐狸精的话，他绝对很两面手法。嗯，就是在男人面前他很柔弱，可是在女生面前他会耀武扬威，或者是会对，会咬人哦。对，而且你看我们今天这样整个讨论下，你会发现啊，其实这个都是所有观众朋友最想要讨论的话题，有那个最 gay 白的女生，对不对？然后学生校园最热烈讨论小弟弟，然后包括这一题就是那个人妻最想要讨论的话题，所以其实开运机器人贡献很多很多的话题，也贡献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资讯。对不对？哦，这个流行，对，而且变成是一个全民的这个健康运动。所以呢，我们真的非常感谢这个所有朋友对开运健身团五年来的这个支持跟鼓励。祝你们长命百岁！对，我们是金牛座的节目，一定会继续下去。对，而且我们也更希望这个所有观众朋友继续来支持我们的节目，这个让我们的节目长长久久。今天活动已经要结束了。当然呢，你现在还在做哎，你看你还是好像厉害，好大笔，真的好厉害，好厉害。真的好可爱哦，真的好像哦，你真的要去摆那个黄昏音乐室。好啦，所以今天呢真的非常谢谢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生日快乐，谢谢，感谢所有观众朋友这个收看，也要继续支持我们，谢谢你们，还是三位老师，谢谢，谢谢，拜拜。好像哦，像哦，双鱼女真的好。郭明杰不爱小狼狗，只爱老土狗。那你觉得如果说你要包养他们，你愿意花多少钱？我的个性跟一般射手座不一样，我喜欢开老人院啊。你又那么年轻人，那个价码。那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这种年纪，我真的就一个月100万，哎，少了一点哈。你才100万。OK， 好，这是你的想法，很直接，很好。而且我现在还想说，我一个月包老师100万，对，没有能力了。那我包完老师100万以后呢？
我其中里面的十天呢是安排我跟老师在一起，另外的二十天呢我当他经纪人安排老师去算命帮我把钱赚回来。在世界的任何角落，您可以透过东森卫视及 ET Today 网站收看本节目。